你嘛要嘴烂。我即马马上去告。我讲恁母仔家拢是狗。根本就是一条狗。我什么时阵挂唔叫我买啊？打国当你讲的时阵，你敢无听到？你的代志根本无讲出来，好不好？你拢是借别人的嘴来讲，莫是讲我唔知影。你知我跟雪莉的关系了后，你就一直想要对付我。最后，让国当弄破这一切，直接叫我出局。你是来巧的，我就真正要抓你。迄个说话约我去饭店的时阵，我早有把代志跳破，好无？是你自己无主动啊！他问你说话什么身份啊？当官也重要紧。不管你变哪体笑我，我拢未讲啥。我若希望讲你会当较好过，嘛希望你会当知影，未来不管上接班，大业之上永远拢是咱业家的，咱业家的，拢是咱业家。你当作什么来甲你分咯？外面的查某人死的囝是你咧，是你来甲我分饭食咧。伫阮家一大家住三四十年。无名无份，你伫大，讲你无小贪业界的物件，你是要骗啥？就算狗挂骨头，伊嘛咬嘴烂。我即摆马上是狗。我讲恁母仔家拢是狗。我讲恁母仔家拢是狗。我讲恁母仔家拢是狗。当然，私心主坐大位，这当然是公众要做。恁妈若是要入业界讲嘛，等后世人。谁考？师傅，师傅，你有人抓我，有人抓我！你小，你敢拍我？你苏贤柱，你凭啥拍我？我苏贤，我输给你打！哎，小你炸了！别跟小，小贤柱，我打了，那你打了，师傅，帮我那个吧！阿妈来了，阿哥吧，阿妈来了，我苏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